是 GQ 的王凯威，我们现在人在香港，受到那个意大利高级休闲品牌 Point Shark 的邀请，来参加他们的开幕典。我们现在首先要先访问 Nick Wooster 还有中国的摄影师陈曼。The sound engineer is ready.走进这家店的时候，其实第一眼就看到这件外套。有些东西真的你要摸才知道，摸起来是有点像油布，又有一点尼龙那种羽绒衣的材质，所以非常特别。那仔细看，你更会发现一些细节：可拆式的帽子、大大的口袋、前面的松紧，还有扣环、肩膀上的这个 Point Shark 标志。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到位。这一季很明显从这件衬衫就看得出来，非常多徽章的设计。那他也把这个概念延伸到了外套、麂皮的军靴。那一样不用说，他们材质都是用最好的。那等一下数到三呢，就请大家来进行我们的剪裁的。One, two, three.